16岁而已，他就为了爱，然后放弃整个家族，去跟他的敌人人类结婚哎。他爸爸呢？好，不要动。你们记得自己第一部看的是什么吗？噔噔噔噔，你完全没看过吗？一点点。Elsa 吧，美人鱼，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，小美人鱼。上那个图片，然后你们猜猜看他们的名字是什么？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，三四，她处女座，二三，十四，仙杜瑞拉，仙杜瑞拉，仙杜瑞拉，那谁啊？欧若拉。这个不知道，不认识，不知道，这是睡美人，啊、他是睡美人，那仙杜瑞拉是什么？灰姑娘。哦，奥提是第一个字，爱，爱，爱，我知道那个艾丽啊，跑出来，艾丽，艾丽吗？艾丽吗？艾丽。哇，其实你比女优色，为什么你没有知道？我那个游戏啊，艾丽尔，哦，因为我讨厌她了。16岁而已，她就为了爱，然后放弃整个家族，去跟她的敌人人类结婚哎。她爸爸呢？老不要动！哇，去！那个美女演说的美女，贝尔。哦，有，你完全没看过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贝。贝拉，贝尔，蒂儿，是吗？宝儿，宝儿，一直什么？接近了，接近了。之前才看过真人版。这波你刚刚有说呢啊的茉莉儿，茉莉儿是胆小狗英雄里面那个。什么茉莉儿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想叫她茉莉。他就叫茉莉。我想知道一下，有点空白。它叫茉莉，对，茉莉想不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这个呢？保家康帝。之前有同事长得跟他。这是保家公主吗？保家康帝，保家帝康。帝康是隐形眼镜吗？好。八。一直爬来爬去，在山上掉来掉去的，应该泰山吧？对对对，就泰山那个。保什么的？保儿不是，不可能。这个呢？四个字。让我忘了，要比手画脚是四个字的，第一个字怎么比、啊？花木兰，拍手。木兰，木兰。花瓶。这我知道，花木兰。好，男友帮他上黑白。谁？很不熟哎、欸。这是新的吧？没看过。那个青蛙的王子变青蛙。命中已注定是我看不清。黑胖子，胖子吧。哦，那个拉庞佐，可是他叫什么？乐佩。潘索拉奇尔，没跟他耳，只是他这次把头发放下来而已，放到高铁高塔，看累了累了。熊的传说的公主，名字我忘记了嘛，这还没有人答对，那我要成为那第一个，我给你，好，我放弃。是海洋吗？它看起来比较像猎人，这个刚有了吧？那个海洋奇缘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宝剑是。I can stay， 开始唱起来。他的名字就是他的电影名称 ，Moana。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名字。哦，对，冰冻冰冻，彩色回归彩色。我觉得不关他的肤色，应该是说他的演技应该是有达到他的标准。那你有觉得少了谁吗？Elsa 很有名，少了我。蓝色那一只吗？蓝色那一只的，因为没有男主角，好吧？那去漫威。我们最后有一个互动的小游戏，你最会吗？我要玩，这冰雪奇缘的坏人吧？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跳槽？为什么没有眼神？最简单的没有眼神，手速很快。没有在犹豫的啊，这个才这个有妆感的，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样才不配吧。然后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同种族要跟一起，没有这个人，我没有这个人，这什么？他长得这么像 GI Joe。